现在我们要请谢娜联合创始人队、艾拉联合创始人队、恩博联合创始人队前往一楼队伍房间，请乘风创始人孙悦姐姐、刘希君姐姐、卢静山姐姐、谢欣姐姐前往二楼，进入贴有你们姓名的房间。你是要全跳吗 ？No， 那全跳。他跳多厉害啊！我这里跳的不厉害，我这边你想跳就跳，想唱阿令还可以唱歌，别在那边偷偷聊进去再说。第一轮组队，20分钟倒计时开始。This is Nana's room. Amber, your room is here. And this is our. 哇，好孤单哦。我们的 problem 的房间 ，OK。我首先最想要选的就是欣姐，欣姐是一个天才。我想要跟天才一起，但是我有一点贪心，我所有都要。Which you want? 卢靖山 and 孙悦，刘希君和卢靖山，我们争取吧，好不好？这两个好。那这两个争取，因为他们两个也是好朋友，我们把他们搞过来。好，你是 double call， 你最容易说服他们，然后你也是跳舞的。我们认为卢靖山和刘希君是很有实力的两个选手，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吧，大家肯定都希望能够选到实力强的人合作，然后呢能够拿到好的成绩。哎呀，我不知道怎么选呢，怎么办。现在我们的第一轮组队，20分钟倒计时开始。走走走。现在是要比跑步。快，在哪个房间啊？卢靖山。是我们等还是我们也要去找他们？还是他们自己来？他们自己来。要不然你们俩去找刘希君，我们俩去找卢靖山。我 you're the last room.Let's go, OK? 不分手，不分手，愿意吗？好，走。因为我知道 Amber 那一刻是需要我的，我觉得我可以尽我的全力去支持她，在接下来的三公。月姐在等你啦，月姐在等你啦。Let's go。谢欣和那个 Amber 直接冲到屋里，早把我拽过去了。我就感觉那股力量，哇，跟着力量就往前冲，那种幸福感、被需要感，成了。月姐她的状态就非常 positive， 我知道她唱歌非常好，她还很喜欢学跳舞，所以月姐我想要跟她这个也想要合作。Welcome to our team. 怎么样？ Wait, I'm confused. 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没有歌选，但是现在是要一组跟阿琳一起唱 vocal 超过瘾的，我可以跟你说。I know, I'm sure. 对，这个 experience, you deserve it. 如果你想跟我唱的话，我想跟你唱，确实想。你又想跟他唱，又想赢 ，then we're the best choice。我们是最好的选择。就用 Aline 来勾引我，他太知道了，真的是，我真的好想跟 Aline 一起唱歌，真的特别特别想。然后你如果想唱歌，这边 Aline 姐是跟你两个人，你们是可以互相之间去沟通、去切磋，可以碰撞出更多音乐上好玩的东西。卢靖山已经过来了，你来不来？然后是真的假的？那边两个去那个去找靖山姐了。我现在就确认卢靖山，我告诉你他的情况。娜姐是比较属于猛烈攻击型。我现在没有想任何的要唱或跳了，对，我们只是想要。你来，对，你想唱哪首我们就选哪首。你做你自己，我们就把你的魅力就拔出来。朱静姐，我们两个都姓刘，所以我就姓刘。这个梗有点烂。关于舞蹈的部分，我也把 Gina 跟莹姐跟朱姐变成一个能跳舞的姐姐们。你不需要去挑战一个 dancing queen 或者是多么炸在舞台上，我觉得舞蹈是多元的，是不同样子。金山姐跟旭俊姐就唱歌非常好，跳舞也不错。我她希望他们可以来我的联盟，因为我也很想跟他们一起合作。
and 谢欣。谢欣肯定去 Amber 队。对，请 Ella 联创队的姐姐们前往二楼房间，与四位姐姐进行面聊。但是我们是要去，是吗？是我们去还是他们来？对，我们好像要去。他们去抢人了，真的。哦，他们刚刚。对对对。所以他们在二楼是吗？对，他们在二楼的几个屋，你想去哪个屋你就找哪个人。Are you here? You should get in the room. 因为有我。信心肯定要去 Amber 队，不是我接下来他的工作，我需要支持到他一些。他要支持他，对啊，我就支持他。哦，所以你要去 Amber 那队啊？他让我过来。OK， 没关系。不是，卢靖山。啊！怎么你们也在这儿？你们分两波啊！你们快快点啊 ，Ella， 我们来吧。不是你们刚刚去那个屋了呀？没有，我没有去，我出舞台我就找了他。哎呦，他们也来了，轮到我。我看到其他组在和心仪的姐姐们聊天，谢欣和月姐都已经加入了 Amber 的队伍了，但是我们组居然还没有开始，而且所有的房间里面都有姐姐在聊，我真的很着急。细菌空了，你怎么想？我觉得我可能是想知道说，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话，希望我承担一个什么角色？我在想，他们这次有八人的，一定会有动和静的舞台，所以我们需要有 vocal 的人。You can also sing and dance。我觉得我能练习跳，然后唱的话，我还是更擅长，对我来说，所以我觉得得看歌。但是你就想一下。谢谢，你再好好想想，没有压力，好，没有压力，好，对，我们聊一下想法。其实我很随缘，我对我而言，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有不一样的化学变化。所以你想一下，没有压力，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想一下，就是我们三个队长里面，你看你更想要加入哪一队？我不会一直想要强迫人家，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选歌，我就跟他说你随心。没有压力这样子。好，提醒各位联合创始人们，我们现在自由交谈环节五分钟倒计时。他们两个，你想想，他们两个把陈立的一首从头跳成什么样子？不是一定要那样跳舞才是舞蹈，舞蹈可以有任何的方式，非常的多元。You said you want to sing and dance with me, right? 你想象他在天上吊那个，然后他们在那个地上翻那个。哪里适合我们呀？是不是？好有压迫感。好喝的，好喝的，收下。贿赂我吧。我也可以照顾你的宝宝，也都可以啊。救命呀、啊！所以靖山是去哪儿？20分钟交谈时间到，请各位姐姐们回到各自初始的房间。我们马上开启正式的组队环节，联创队队长与邀请成功的创始人姐姐们将会自动组队。首先。进行组队的是谢欣姐姐，想要邀请谢欣姐姐的队长现在可以开门走到通道上迎接。谢欣肯定去 Amber， yeah, yeah, his friend。 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下一次一定来支持你，但是这次 Amber 需要我，真的。 OK， 去吧。 Yeah， 没办法分手，没办法分手。 Thank you, I love you, bye。恭喜谢欣姐姐成功加入 Amber 联合创始人队。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组队的是孙悦姐姐。我们需要可以需要要求赶快来耶、yeah. Let's go。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第三位姐姐刘希君姐姐。 Let's go。 Ella 老师肯定也出来了。我就是因为一直要出来。Ella 老师呢？我就说怎么会？哇，就来了！哇，这怎么选啊？哦，这个有一点点。哎呀，好位置。Come with me to the castle。你站起来，你真诚的看着他，你真诚的看着他。天哪，压力好大呀！好，现在我们。Ella、Amber 和谢娜三位队长都在向你发出邀请，请你选择你想加入的联合创始人队，并且跟随队长进入到他们的房间。We need you， 我们需要你。
相信你自己就好了，不要有压力。很难啊，我觉得他会选娜娜或者是 Ella。 我觉得他会选 Amber。 是吗？我的天啊，每个都是那么吸引啊。我这辈子没有比此此刻更真挚的眼神了。娜姐，对不起。选 Ella。 Oh no！ Ella 姐，Ella 姐，恭喜刘惜君姐姐成功加入 Amber 联合创始人队。真没想到哦。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他去有道理，他们跳得很好嘛，可以带领他。是是，我个人觉得啊，他选择是有道理的。是因为我们姓刘吗？对啊，好就知道。我很相信 Amber， 因为他的能力很强。反正我感觉或许我是不是可以贡献一份力在这个团队里面。